把手拿出来啦，把手拿出来，别放在某一个部位来，把手拿出来，打打字来，早上好，打个招呼来。哎呀妈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手全部藏下边去了啊？不是不是，来这个时间这个休息一下，点根烟吧，休息一下，来走一下这个表情，来走一下这个表情来。哎我的天，你们不累呀？来来来，所有的男人们能听见我说话的，是个带把的老爷们的，能累起来的，来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是这个样子的，给我走这个表情的，真的是老把手放下边干你不咋。给拿出来休息会儿来。欢迎大家来到993啊，全网趣事又研究了舞蹈，对，我这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一下，对，我觉得你们看舞蹈都看得快睡着了，对不对？我叫叫你们。好了，给大家跳舞蹈，小宝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，以及我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
儿开了，开了就开了吧，正好透气，凉快。不要咬袜子，正好透气凉快，对不对？捂着多热啊！谢谢骚流，谢谢。好，小马娃，那对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、啊、兄弟们？你们觉得是不是？那问你们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家关门闭户的，就是门也关着，窗子也关着，窗帘拉上就不透气的那种，你是不是感觉贼他妈不爽，闷得慌？然后你把门以及窗帘以及窗户啥的全打开，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贼鸡巴，就是贼凉，就是吹感，就是外面吹风的话，你就感觉特别舒服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啊？一样的道理吧。不知道什么是凉快吗？真的是。好，小马快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公关，就老妹儿不送那必须的。作为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姑娘，能不白话一点吗？对不对？ Yeah, 有空调，我跟你说，空调吹着是闷的，没有自然风好，对不对啊？会不会跳隔壁泰山？会啊，你成都的，你说我不在成都，我是哪儿的嘞？老子跟你说，我不在成都是哪儿的，你说嘞？你跟我说一下嘞。好了，那个这个喜欢宝宝点一下关注啊，不逼逼了，来，这个咱们巴巴的差不多了，来这个地方，兄弟们大哥们，喜欢宝宝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跟关注，对，如果是对，如果啥骂我，哪有骂你呀、啊？四川成都人说话不就这个口气吗？我不是为了配合一下，让你认出我是你老乡吗？这个兄弟们把这个地方直播通知勾勾点点，隔壁泰山我不在那个关屏跳，我都是回直播间跳，因为我跳的太美，我怕官方给我踢出去了。星星点一点，就是这里有个签到，没有签到的点一下签到，点了签到就可以点心了，看着蛮像我这个样子就可以点星星了，然后这个地方直播通知勾勾勾，剩那么一个小勾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去找你，来哦，找到我我就请你吃火锅，找到我就请你吃火锅，然后跳第二支舞蹈送给你们，小朋友们喜欢，谢谢大家。全部更换，七位常用 QQ 更改为6060377。
配音。大哥，你电话来了，夜不夜？ You have a new message. 这么夜的天，你夜不夜呀？大哥，你电话来了，大哥，你电话来了。好，小宝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还有直播通知，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，我要。就是下去了，就回自己家的直播间去直播了。如果说这个时间你喜欢跟我玩的小哥，想要看我跳更多好看的舞蹈的小哥哥，对，可以这个了解一下我的直播通知以及我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守旧户宝宝在这里啊，点一下我们的关注，有一个小星星就不点。二哥，我相信你肯定会跟着我回家的，因为有句话叫口是心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好了，不闹了啊！然后大家把这个直播通知勾勾点一点来，兄弟们，少点点，点到450个吧，来，还差8个人来。哭泣哭泣，怕了怕了，不去不去，怕了怕了。老妹儿头发能洗了，大哥，我今天早上洗的头发，这是跳乱了，没梳。大哥，这不是油，看清楚，看清楚啊，看清楚。还有一个就是灯光的原因，我今天早上洗的头。好，那个点一下我们的直播通知有的关注啊，然后点一下麦序上主播的关注。哎，我点错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地方小心心，大家可以帮我点一点吗？点到500个行不行？没有签到哥哥点一下，签到手机用户宝宝往左边滑一下就可以点这个星了。对，这玩意儿没有，这玩意儿不要钱，大哥，别抠鼻啰嗦的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能不能大方点？谁给你们抠的？我这一天。哎呀，你们好皮啊，你们皮这一下开心吗？你们皮这一下很开心吗？很过瘾吗？我操。我看一下最后一个我要跳什么，没有时间了。然后我就回自己家的直播间去了。这个跳个什么呢？啊，我的音乐去哪里了？哦，在这里。没有时间了。